你看他这边一口，那边一口，这边一口。这个装起来了，装起来了。那我先问你。我不也能看看。啊，那是那个脸圆润的，还是那个性格挑食的那个？看不出来吧？这玩意儿咋认得出来？看也会认不出来。看不出来。这个还懂。 那天吃点儿不行，真的像阿宝了。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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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黐係我諗啲爸媽嚟。呢個成係 Eric。那个俺老婆是个下午三点钟就到浦东机场，侬那个吃过 AV 就吃不好嘞，啊，三点钟就到了。这个北京跟北京没有人提到，起码比三点钟，三点钟。看着我的胃口来了。他这个应该不挑食，他应该是那个。他吃完了就要走出去了。没有，刚才那条，那些上面那个不吃，他那个就所有。他热的时候，对，他热的时候就要把门打开，而且他自己都知道，他热就来跑到那个门口。他有一个，他自己趴着，什么意思？真是挺，因为里面的话一般在那个。我们还会给他那个冰块。